昨晚大哥消耗太多体力，吃点高蛋白补一补吧。你看大哥多兴奋，可能是因为第一次吃，所以相当激动。你们不要再说大哥放弃减肥了，吃一条虫子也胖不到哪里去。毕竟人家昨晚家有喜事，消耗了很多卡路里，需要补充能量。而且大哥最近瘦了整整8克，看得出真的很努力减肥了。吃完不要忘了做运动，走你。还有吗？我还想吃。